熊猫的介绍和特点。分辨大熊猫主要靠以下几个特征：脸盘、眼圈、耳朵、手脚、呆毛、背扣。大熊猫体型肥硕，似熊，丰腴富态，头圆尾短，饲养的熊猫略重一点。一般雄性个体要大于雌性个体熊猫，头部和身体毛色白色、黑色相间分明，但是黑色并非纯黑，白色也不是纯白，而是黑色中透的褐色，白色中带的黄色。大熊猫为杂食性动物，但是大熊猫只能偶尔吃到一点点的肉食，大部分的时间则按部就班地依靠竹子维持生命。